Est-ce que tu aimes le français? Oui, je l'aime. Est-ce que tu aimes le français?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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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ne l'aime pas. Je t'attends. 我等你哦。Est-ce que tu as vu tes camarades? Oui, je les ai vus. Est-ce que tu as vu tes camarades? Non, je ne les ai pas vus. Est-ce que vous avez acheté ces robes? Oui, nous les avons achetées. Bonjour, bonjour à tous, je suis Liliane. 大家好，我是 Liliane。在我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呢，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想让我讲解关于法语里面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用法。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和总结法语里面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用法。那下一个视频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法语里面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用法。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首先呢，大家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直接宾语呢？在法语里面，如果一个动词后面可以直接加一个名词，那这个名词就作为直接宾语。那这个直接宾语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比如说 J'aime le français。J'aime le français， 我喜欢法语，这句话的意思 J'aime 是我喜欢，那这个动词其实是 aimer 的动词变位，那这个动词后面直接加的是一个名词 Le français， 法语是一个名词，那这是一个物啊。那我喜欢法语，其实这个 Le français 在这个句子中呢就是直接宾语 J'aime le français。 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Je connais Paul， Je connais Paul，我认识 Paul 的意思，这个 connaît 呢其实是动词 connaît 的一个动词变位啊。我认识谁啊？ Paul， 那 Paul 其实是一个人名，那这个 connaît 其实后面直接加这个人名，对吧？那这个人名呢，这个 Paul 呢它是一个名词，那在这个句子里面这个 Paul 其实就是一个直接宾语。 J'aime le français, je connais Paul， 这两句话这里面呢这个动词后面的这个部分呢都是叫做直接宾语。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看这些电影 Je regarde ces films， Je regarde ces films， 我看这些电影。那这里面的动词 regarde 是 regarder 的动词的动词变位啊，那后面是直接加名词 ces films， 这些电影，对吧？那这里面这些电影在这个句子里面呢就作为直接宾语 Je regarde ces films。大家了解了法语里面什么是直接宾语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法语里面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都用哪一些呢？那我们说法语里面的人称代词一共是有八个，对吧？那其实它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也有八个，那对应的不同的人称，它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不一样。主语是 je 的时候呢，它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是 me， 主语是 du 的时候呢是的，那这个男的他 il 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是 le， 如果是女的他呢 elle 呢就是 la。 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 me、的、le、la 遇到元音开头的动词呢都要把这个啊还有啊省略掉啊。那等一下我举例的时候呢我再详细给大家讲解啊。接下来呢是主语 nous， 我们 nous 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是 nous， 没有改变了 nous。 vous 呢也是一样，它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还是 vous。 那这个男的他们、女的他们、il、elle 它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是 les。 好，我们现在呢快速的把这个法语里面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再巩固一遍 je、me、du、de、il、le、elle、la、nous、nous、vous、vous、il、elle、les。 好，那在掌握了这个法语里面直接宾语人称代词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运用起来，我们要举例然后呢把它运用起来。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J'aime le français， 我喜欢法语，对吧？那我们说这个 le français 它其实在这个句子中做的是直接宾语，那 le français 是阳性的第三人称单数，那这个 il 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就是 le 来代替。那法语里面的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不同的时态，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它的位置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法语里面的这个现在时的时候呢，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要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 j'aime le français， 我喜欢法语，对吧？那我们说这个 le français 是单数阳性啊，那就是第三人称 il 了，那对应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是 le。 那我们说这要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那相关动词是什么？喜欢法语嘛，这里面的动词就喜欢，那把这个 le 呢放在动词的前面，就是 m 的前面，对吧？那就变成 je l'aime。 me de le la 遇到这个元音开头的这个动词呢，要把这个 a 省掉，所以这里就变成 je l'aime je l'aime。Est-ce que tu aimes le français? 你喜欢法语吗？ Oui, je l'aime. 是的，我喜欢啊，这样子我们就运用起来了。Est-ce que tu aimes le français? Oui, je l'aime. Je l'aime 就是我喜欢的意思。那我们说如果是否定呢，我们不喜欢怎么办呢？法语里面的否定的是 ne 什么什么吧，对吧？那我们说 Est-ce que tu aimes le français? Je ne l'aime pas.我们说法语面现在时的这个否定句呢，是这个 ne pas 中间是放动词的，但如果是有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时候呢，也要放在 ne pas 的里面啊。这个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这个动词呢，就把它捆绑在一起了，放在 ne pas 的里面，那就变成 non je ne l'aime pas， 不，我不喜欢的意思。Est-ce que tu aimes le français? Oui, je l'aime.Est-ce que tu aimes le français? Non, je ne l'aime pas. 再来回过头，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Je connais Paul， 我认识 Paul， 对吧 ？Je connais Paul。Paul 呢是一个男的单数，那我们用 il， il 同样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用 le 来代替。Je le connais， 我认识。Tu connais Paul？ 你认识 Paul 吗？如果我要完整的回答，就是我同时复述你问题里面的人的话，我就可以说 Oui, je connais Paul， 我认识 Paul。 那这里面其实有一点点累赘了，我们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来把这个 Paul 呢，前文提到过呢，就可以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用 le 来代替，因为它是一个阳性单数 il， 对应的就是 le 来代替，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那相关动词就是 connais， connais 就是认识的意思。 Oui, je le connais。Oui, je le connais. 啊，是的，我认识他。我们中文说我认识他。那假设我不认识他呢？啊 ，le 和 connais 是捆绑在一起，放在 ne pas 的里面哦。Non, je ne le connais pas. Tu connais Paul? Oui, je le connais. Tu connais Paul? Non, je ne le connais pas.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同样，这个 connect 呢 ，connect 表示认识 ，connect 和 quelqu'un 啊，这是一个固定短语，就是认识某人。connect 后面没有加任何的介词，直接加名词啊，某个人，对吧？那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说这个 connect 认识某个人的时候呢，这个某个人其实是作为直接宾语的，那我们就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假设我们在同样用这个动词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tu connais Marie？tu connais Marie？那我说如果我本来要回答就是完完全全的复述下来，就是 Oui, je connais Marie. Oui, je connais Marie. 那我们说这个 Marie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那 Marie 呢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那我们说 Marie 它是阴性第三人称单数，对吧？那 elle 用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就是 la，用 la 来代替它，对吧？那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就变成 Oui, je la connais. Oui, je la connais. 啊，那如果我不认识它呢？ Non, je ne la connais pas. 我们说这个现在时的时候，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这个动词是捆绑在一起的，在否定句的时候呢，要放在这个 ne pas 的中间，就变成 Non, je ne la connais pas.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Est-ce que tu connais Marie?Oui, je la connais. Est-ce que tu connais Marie? Non, je ne la connais pas. 非常简单，对吧？同样的一个动词，假设我问的是，复数的人名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认识这个 Paul 和 Marie 吗？两个人同时，对不对 ？Est-ce que tu connais Paul et Marie? 那个 Paul 和 Marie 呢是两个人，有男有女啊，我们就把它当成复数的男的他们。那男的他们 il 呢，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是 le， 对吧？不管是 il 和 elle 的复数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都是 le。那我们说我们放在相关动词前面，对吧？那我们说动词是 connect， 那我们说这个相关动词前面就放在这个 connect 的前面，那记得动词变位哦。 Est-ce que tu connais Paul et Marie? Oui, je les connais. Oui, je les connais.
假设我不认识他们呢，那现在时里面的否定句呢，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这个动词是捆绑在一起，是放在这个 ne 罢了中间，就变成 non je ne les connais pas. Est-ce que tu connais pas les maris? Oui, je les connais. Est-ce que tu connais pas les maris? Non, je ne les connais pas.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更加清楚明白法语面现在时的否定句。当我们用到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时候，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要放在哪个位置？比如说 il ne me connaît pas， il ne me connaît pas， 就是他不认识我。首先认识，对吧？认识我，我这个 je 对应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是 me， 要放在相关动词前面，也就是认识的这个动词前面，就是 me connaît， 认识我。法语面是 me connaît。那我们说不认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ne pas 是法语里面否定词，对吧？ ne pas。 那我们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这个相关动词呢，是把它捆绑放在一起，放在这个 ne pas 的中间，就变成 il ne me connaît pas， 他不认识我哦， il ne me connaît pas。 好，再举一个非常的简单的例子，我们口语当中经常说的我听你，对吧？那你对应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是的，对吧？那听是 écouter，écouter， 那这个的放在这个什么相关动词的前面，就变成 je t'écoute， je t'écoute， 我听你的。那 je 对应的这个 écouter 的动词变位是 écoute。 那我们说把这个的放在这个 écoute 的前面啊，记得这个的遇到元音开头这个动词要把这个 a 省掉，就变成 je t'écoute， je t'écoute， 我听你哦，我听你哦，你来说，你说吧，我听你的， je t'écoute， je t'écoute。再换一个主语好了，比如说我听你们的或者我听您的，那你们vous 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是 vous， 那就变成 je vous écoute， je vous écoute。 那这个 vous 里面的 s 和这个后面的这个 écoute 呢有个连读，那这个 s 要发 z 的音， z a z， je vous écoute， je vous écoute， je vous écoute。 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nous devons écouter nos parents， 我们应该听取我们父母的，对吧？如果父母有好的意见，我们可以听父母的意见。 Nous devons 应该啊，它的动词原形是 devoir。 Nous devons écouter nos parents， 我们应该听我们父母的话，对吧？那这里面的 écouter 后面的加的是什么？ nos parents 是我们的父母，对吧？那我们的父母是第三人称复数啊，我们用 les 来代替。那我们怎么这个把这个句子用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呢？ nos parents 用 les 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是哪个是相关动词？听他们，对不对？相关动词就是听这个动词，而不是 devons 这个动词，而不是 devoir 这个动词啊。相关动词也就是说这个后面的这个宾语是跟这个动词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说直接关系里面devoir 是应该和他们其实没有太大，也是不是说它不是直接相关的动词，是听和他们，听他们是听这个动词跟他们是直接关系的，所以这个les 要放在这个 écouter 的前面啊。Nous devons les écouter， nous devons les écouter。 那这里面的 les 的 s 和这个 écouter 里面的 a 有连读啊，发 z 的音， z a z。Nous devons les écouter， 我们应该听他们的。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说等待某人是 attendre quelqu'un， attendre quelqu'un 就是等待某人。那比如说我等待你就是 je t'attends， 因为你 du 对应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是的，这个 attend 是 attendre 的动词变位，对吧？那这个 attend 是元音开头的，把这个的里面的 a 省掉，就变成 t'attends， je t'attends， 我等你哦， je t'attends，我等你哦。那我等他，那他 il 了，比如说我等男的他，那这个 il 了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是了。那这个了同样的也是遇到元音开头这个 attend 了，把这个 a 省掉，就变成 je l'attends， je l'attends， 我等他。女的她也是一样，我等她，那她elle 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是 la， 同样的遇到元音开头也就把这个 a 省掉啊，就变成 je l'attends， je l'attends， 啊我等你们哦。你们是 vous 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还是 vous 啊，放在相关动词前面就变成 je vous attends， je vous attends， dépêchez vous， dépêchez vous， je vous attends， 你们快点，我在等你们呢。 dépêchez vous 就是快一点的意思， dépêchez vous 就表示快一点， je vous attends， 我等你们呢， dépêchez vous， je vous attends。 好，比如说我等他们，他们是复数啊，男的他们女的他们都可以，复数的男的他们女的他们 il 了 elle 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是 les。
那这个 les 放在相关动词前面，也就是 a 动的前面，就变成 je les attends, je les attends 啊，我等他们呢，我等他们。或者我们同样换一个主语，他在等我 il m'attend。我们说他在等我，那主语就是 il 了。那等我，我这个是直接宾语对吧？啊，那直接宾语我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是 me。么呢放在相关动词前面，也就是阿动的前面。那阿动呢前面阿动是一个元音开头，把这个呃省掉哦，把么里面的这个呃省掉，就变成妈懂一了妈懂一了妈懂，就是他在等我的意思，一了妈懂。再换一个主语，他们在等我们，那他们假设是男的他们，那就是一了。阿动和对应的一了的这个动词变位是阿动的。那如果是我们等我们，那我们的话 nu 对应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就是 nu， 那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就是 attend 的前面，就变成 il nous attend， il nous attend 就是他们在等我们的意思， il nous attend。 那这里面的 nu 的 s 和后面的这个 attend 的这个 a 连读发 z 的音 z a z， il nous attendi l nous attend。 那好，刚刚我举了那么多例子，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法语里面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应该怎么运用了。好，刚刚我们学习的是法语里面现在时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位置对吧，我们说像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那如果是在复合过去时当中呢，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要放在助动词的前面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 j'ai regardé un film hier，昨天我看了一部电影。 J'ai regardé un film hier。 regardé 给了个说是看某个东西对吧，那 regardé un film 后面是不是直接加这个名词 un film， 它就是直接宾语对吧。那 un film 是直接宾语，而且是阳性单数第三人称，那就用il 的话呢，它就用这个 了 来代替它，那这个 了 就来代替 un film 对吧。 J'ai regardé un film hier， 这里面用的是复合过去时，而且是用 avoir 作为助动词对吧。法语里面复合过去时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要放在这个助动词的前面，那这个 avoir 对应的这个主语 je 的动词变位是 a， 那我们把这个 了 放在个 a 前面。那这个了我们说遇到元音开头的这个动词呢，我们要把这个呃省掉，就变成 les， 就变成 je les regardé， je les regardé， 我看了这部电影对吧。 Est-ce que tu as regardé ce film？ Est-ce que tu as regardé ce film？ 你是否看了这部电影啊。如果我回答我不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就是 oui j'ai regardé ce film。 那J'ai regardé ce film， regardé 后面是不是直接加了这个 ce film， 没有任何介词。 那这个 ce film 就是直接宾语，那我们说这个 ce film 是一个阳性单数的，我们说 il， 那它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是 了， 那我们说这个 了 要放在这个助动词的前面，那这句话的时态呢是复合过去时，复合过去时要放在这个助动词的前面，那这里面的助动词呢是 avoir， 那 avoir 对应的这个 je 的这个动词变位是 a， 那就放在前面就变成 les， 因为这个 了 遇到元音开头要把这个 a 省掉，就变成 les。 Oui je l'ai regardé， Est-ce que tu as regardé ce film？ Oui je l'ai regardé， 是的我看了这部电影。如果是否定呢？ Non je ne l'ai pas regardé。 大家注意一下，当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用在法语复合过去时的时候呢，那这个 ne pas 里面放的是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助动词，然后呢动词的过去分词是放在 ne pas 的外面的，就变成 je ne l'ai pas regardé。 那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通常呢我们说现在时否定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动词是放在 ne pas 里面，但是复合过去时的时候放在 ne pas 里面只能是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这个助动词啊，这里要强调一下。 Est-ce que tu as regardé ce film？ Oui je l'ai regardé。 Est-ce que tu as regardé ce film？ Non je ne l'ai pas regardé。 接下来呢我要讲的这个语法点也是考试经常会考得到的，那这个语法点就是当在复合过去时而且用 avoir 作为助动词的时候呢，有直接宾语前置了
那动词的过去分词呢，要和这个前置的直接宾语进行性数配合。那这样讲好像不太理解啊。比如说 ，Est-ce que tu as vu des camarades？ 你有看到你的同学了吗 ？Est-ce que tu as vu des camarades？ 假设我回答，我先不用直接宾语成代词来代替，我就说 vi。J'ai vu mes camarades. 是的，我看到了我的同学。那我们后面看这个 voir 后面是不是加了 camarades？ mes camarades 看了我的同学是直接加这个名词的。那这个 mes camarades 就是直接宾语，那我们就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它。那里面这个 mes camarades 是第三人称复数一了，对吧？同学里面有男有女，那不管男女，其实都是用，只要是复数，我们就用 les 来代替。好。那这个 les 呢要放在这个助动词的前面，就变成 je les ai vu。 我们说这个助动词是 a 对吧，这个助动词其实是 avoir， avoir 和对应的这个 je 的动词的动词变位是 a， 那就是放在这个 a 的前面，那就变成 je les ai vu。 那这里面注意一下，这个 les 和这个 a 有个连读， les 里面的 s 发 z 的音和后面的 a z a z 就变成 je les ai vu。 好，这里面要注意一下，我要拍手让大家注意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语法点要注意的是，这个 vu 呢要加上 s， 为什么呢？首先这一句话呢是一个复合过去时，而且是用 avoir 作为助动词，有直接宾语代词前置，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时候呢，那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就要和前置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进行性数配合。首先呢，我们说Est-ce que tu as vu des camarades？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同学啊？那这个同学呢是复数对吧，有男有女，那复数的话呢，他这个同学我们说在说的时候呢，我们说我有看到他们，那是不是这个他们呢就是复数的对不对，它是复数，阳性复数，那我们在这个 vu 呢就要加上 s， vu je les ai vu 啊，这个 vu 一定要加 s 哦。大家在说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差别，但是如果是考试的话，这个是考试的一个重点，所以我刚刚有敲手让大家注意一下， vu je les ai vu。 Est-ce que tu as vu des camarades？ vu je les ai vu。 假设我没有看到他们呢？ non je ne les ai pas vu。 记得啊，这个法语里面复合过去时有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时候呢，只是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这个助动词要放在 ne pas 的中间，那个动词过去分词要放在外面哦，放在 ne pas 的外面，这里要注意一下。 Non je ne les ai pas vu。 Est-ce que tu as vu des camarades？ Oui je les ai vu。 Est-ce que tu as vu des camarades？ Non je ne les ai pas vu。 复合过去时里面这个如果用的是 avoir 作为助动词，而且有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前置了，那这个动词过去分词就要和这个前置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呢进行性数配合。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加理解更加明白，比如说 Est-ce que vous avez acheté ces robes？ Est-ce que vous avez acheté ces robes？ 啊，你们有没有买这些裙子啊？acheté quelque chose 是买东西，那这里面呢是这个动词 acheté 后面直接加名词，那它就是直接宾语了，那我们就可以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假设我回答先不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就是 Oui nous avons acheté ces robes、是的，我们买了这些裙子。那这个 ces robes 呢是阴性复数啊，那就是 elle， 那 elle 的对应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是 les。那我们说在回答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les 就放在这个助动词的前面，记得啊，这个法语里面的复合过去时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要放在助动词的前面，就变成 nous les avons acheté。 助动词 avoir 对应的 nous 的这个动词变位就是 avons， 那 avons 呢这个 les 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要放在 avons 的前面，就变成 nous les avons acheté。是的，我们买了它们。好，这里面要强调注意一下，这个 acheté 怎么写呢？这里面这句话里面是不是一个复合过去时？是。它是不是用 avoir 作为助动词？是。它是不是有直接宾语前置了？是，因为直接宾语是 les。好，那这个动词过去分词就要和这个前置的宾语 les 进行性数配合。那 les 指代的是什么？ c'est hob。
那 hob 呢是一个阴性的名词，而且这里是复数哦 ，se hob， 所以我们这个 acheté 呢就要加上 es。Est-ce que vous avez acheté ces robes? Oui, nous les avons achetées. 假设没有呢 ？Non, nous ne les avons pas achetées. 记得这里面的这个法语里面符合过去时的这个否定句里面。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和这个助动词要放在这个 ne ba 的里面，但是动词过去分词要放在 ne ba 的外面，这个要强调一下，因为很多同学会把这个动词过去分词也放在个 ne ba 的里面，那就不对了。Est-ce que vous avez acheté ces robes? Oui, nous les avons achetées. Est-ce que vous avez acheté ces robes? Non, nous ne les avons pas achetées. 好，我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诀窍，就是当大家在刚开始学习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时候呢，感觉就直接回答直接运用起来比较难，那怎么办呢？就别人问你一个问题呢，如果你觉得直接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来回答的时候呢很难，那你就先不要代替，那你就先完整的把这个句子呢回答下来，就照搬他上面问的那个东西提到的那个内容提到的这个名词你也照搬下来，然后想名词是直接宾语可以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假如是现在时的话，我们就放在这个相关动词的前面，如果是过去时呢就要放在这个助动词的前面，然后呢再想好再回答。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Tu aimes ce livre? Tu aimes ce livre? 那我们这句话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先不要想它到底是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用什么代替，我们就正常就是把它复述下来，那我们就重复它提到的这个名词，是的我喜欢这本书 Oui, j'aime ce livreOui, j'aime ce livre, 对吧？我喜欢这本书。好，然后你在想 ，oh, ce livre, 它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在说它的时候就有点重复了，有点累赘。那我们说 ce livre, aime 后面直接加这个动词，直接加名词，它就是直接宾语，对吧？那直接宾语就可以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那 ce livre 呢，就是阳性单数 e 了，对吧？那我们就用 le 来代替，而且放在相关动词前面。那我们说相关动词就是 aime 对吧？它其实就是 aime 的动词变就变成。Je l'aime. 那这个 le 遇到元音开头这个动词呢，把 a 省掉，就变成 je l'aime. Tu aimes ce livre? Oui, je l'aime. 你可以先想一下，而且这样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可以先复述出来，没关系，然后再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当你熟练之后，你就不需要再说重复别人的话，然后再写了，你就可以直接脱口而出了。Tu aimes ce livre? Oui, je l'aime.接下来呢，我会出几道关于法语里面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相关的一些问句，大家可以在我视频的底下留言告诉我啊。第一句就是 Est-ce que tu as reçu ma lettre? Est-ce que tu as reçu ma lettre? 你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呢？好，那这里面大家就写出来哦。注意，这里面我要强调一下，这里面呢是符合过去时，而且呢是什么？如果你要用直接宾语前置的话，要进行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要和这个前置的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进行性数配合。我这里面要强调一下，我怕大家错，所以大家要把答案写在下面。再举一个例子，同样的是这个动词 recevoir， 里面这个 reçu 呢其实是 recevoir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收到的意思啊。Est-ce qu'il a reçu mon email? Est-ce qu'il a reçu mon email? 他是否收到了我的邮件呢？那邮件呢它其实是阳性的啊。 Est-ce qu'il a reçu mon email， 大家也可以用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来回答我这个问题。可以是回答肯定的，也可以是回答否定的。肯定的时候怎么回答，否定的时候怎么回答，都可以写下来啊。 Est-ce qu'il a reçu mon email， 他是否收到了我的这个邮件呢？是的他收到了，是或者不他没有收到啊，这样子。再出一道题好了。 Est-ce que vous avez vuPierre et Lucie 啊，你们是否看到了 Pierre 和 Lucie？ 好，底下可以回答啊，你们是否看到啦？是的，是看到，是的，我们看到他们了。不，我们没有看到他们，都可以回答，否定、肯定都可以写下来啊。再出一道题 ，Est-ce que tu as trouvé les clés？ Est-ce que tu as trouvé les clés？ 你是否找到了钥匙呢？ Est-ce que tu as trouvé les clés？ 是的，我找到他们了。不，我没有找到他们啊，写下来啊。刚刚都是出了是过去时啊，再出两道是关于现在时里面用到这个直接宾语人称代词来代替的问句啊。Est-ce que tu laves des vêtements? Est-ce que tu laves des vêtements? 啊，你是在洗你的衣服吗？那你就回答我啊，是不是，对吧？
再举一个例子好了。Bois le mange une pomme? Bois le mange une pomme? 啊 ,Bois 是不是在吃一个苹果啊？好，你们写下答案。是的，他在吃一个苹果。不，他不在吃一个苹果。那我这边补充一点，就是法语里面的这个直接宾语叫做 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直接宾语就简称 COD 啊。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那直接宾语人称代词就是 le pronom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好，那记得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写作业哦。刚刚我问的那几个问题，一定要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看，单纯的输入，没有输出，没有运用的话，其实你是掌握的不够牢固的，还是要多用、多看、多读、多写。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一定要给我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哦。你们的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想要跟莉莉亚学习法语的话呢，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请注明学习法语，就可以加莉莉亚的微信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啦，à la prochaine，salut，mua mua mua。